之前对热水器或者是对一氧化碳中毒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想法之类的？以前在那个新闻啊，常常在报啊，说他室内装的热水器啊，常常引起那个一氧化碳中毒啊。热水器它有户外型啊，室内型，室内型就是要安装强制排气，这样洗澡的时候才不会有危险。不知道，因为是我们以为是说我们有开窗还是什么，也比较不会，对呀，感觉到危险。通风是比较安全，但是因为你发现你有晒衣服，对，那晒衣服的话会阻碍那个通风。如果长时间用一次很多洗澡的话，就会有危险性。它可以开水了。开水了。反正，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有这样，我们的热水器是不是那个户外型的，它现在装成有强制排气的，这样比较安全啊。很感谢夏梦婷这样帮助我们，也谢谢夏梦婷这样会帮助我们低收入户啊。好，谢谢你，谢谢。